觉得人生最美的并不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，而是浪子回头失而复得。你爸爸今天可真是高兴，讲到都过了十分钟来，我在台下猛给他做手势他都看不到哎。我看你也是高兴的过了头了吧。我怎么高兴过了头啊？这莲子汤你尝尝。哎，怎么是咸的？哎呦，我一定啊把盐巴变成糖了放进去了。哎呀，凯平啊，只是在山下，看见他平安回来，我就很高兴了。要是出事情的是凯平，那我非急疯了不可。天下父母心啊。来，俊杰，妈给你炖的你最爱吃的八宝粥。妈，好了，不要再喂我了嘛。早知道这样的话，我宁愿在山上挨饿，我还好受一点。你要想订婚就多吃点，把元气补回来。倒是姐夫一路背我下山还挺辛苦的，我看妈你应该炖点补品给姐夫补补身子。你家姑爷是天下第一个好人，老爷让对他啊，他少爷出事了他跑第一个，他真是这官家把心都给掏出来了。妈，白嫂说的不错了，姐夫赶到的时候啊，我浑身都已经冻着抽筋了，要不是姐夫他替我浑身按摩，而且啊姐夫他还不让山包背我，亲自背我下山，否则的话我说不定现在成了山中传奇里头的一个人物了。你爸爸和纯美何尝不知道耿瑞的为人，唉，只可惜他跟我们官家无缘。俊杰，你说的是哪个姐夫啊？婶儿，我心中可只有一个姐夫。大嫂，我虽然没有姐夫，
可是我心里边只有大哥，你说是不是，大嫂？可是俊杰一向对耿瑞都是很尊敬的。你一个人去行吗？10年前，我一个人脱险，自己找到路回来的。那是10年以前，以你现在的体力。我的体力绝没问题，我一定可以找到他们的。不要太勉强，如果体力不能支持的话，马上回来。好。葛瑞，我怕。别像孩子一样老哭嘛。别担心我。不，我做不到的事绝不承诺。现在不会再来算了。进去吧。可以。好嘞，把好多女人的事也还有啊，把好多男人还有说什么还是看你的病。他们在说什么？他们说你是我太太。马杜马来，阿达拉，好。陈美，爸，还没睡？没呢。这是耿瑞送给你。是他自己工厂做的，他还送了我跟你妈烟罐跟首饰盒，手工很精细。我想他很快就可以争取到外销市场。我想他送我这对图章，并不是炫耀他工厂的气盛。这对图章是他送给你跟凯平订婚的礼物。知道你心里想什么，我也承认耿瑞有很多优点，可是你们已经离婚了。爸，我的选择到底错了没有？爸只能用一个比方来回答你。一条船在海上迷航了，他根据他选择的方向继续向前航行呢，还是顺着来路返回起点？爸的意思，即使走错了方向也不要回头，如果继续向前走，会走出另外一条新的道路来。我的女儿长大，即使是我的意思，你也可以举一而反三，不再是我的傀儡娃娃了。把娃娃摔坏。他不过是个傀儡娃娃。上次你生日，你埋怨过爸爸给你安排的太多。我想不只是你长大了，也是爸老了，
爸，这些年如果没有你的领航，我可能只有在海上漂流了。那么再听老爸一次，高高兴兴接受耿瑞的祝福。外公在不在？你们是谁？警察。警察请进。请问警察小姐有什么事啊？我们的百宝糖可能是被外公偷的，也可能是外婆偷的，不管谁偷的，反正外公赔就好了。哦，糖，外公给你们两个去找啊。哎，那不是玩具，给妈妈。妈妈，这里面好多脏脏哦，给米奇玩一个好不好？不行，图章不是玩的。米奇，我们来玩解分盖章章。好。爸爸盖一个，妈妈盖一个。乖，我看谁最听妈妈的话，不然妈妈真的生气了。你雪，妈妈把图章藏到枕头里了。留不住旧愁向晚间。知道你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是不是饿了？还是这个胃里酒虫又会犯了？我在外头已经摆好了，有酒有卤菜，喝两杯走。哎呀，这叫你喝酒，你还不去啊？走嘛走嘛走嘛，啊！谁都吃不成，哎，等一会儿开酒。这个狗鼻子阿勇，他那鼻子尖得很呢，一闻见酒味儿，他一起来，咱俩谁也喝不成了。先吃点菜吧。哎，妈，哎呦，哎呀，你真是这个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！我们俩是夜猫子，你起来干什么？伺候你们呢。哼，就是天生老妈子命。你说什么？我没说什么，我说天生的老妈妈。吃吃吃，不吃白不吃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你想加个子字？我加什么字啊？老妈子啊。哎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我可不敢在你面前说这个字哦。妈，你也吃吗？这个是留给阿勇的。你别看阿勇啊，他睡着了，他鼻子可灵的。他要闻到我下猪脚面呢，来马上就醒。嗯，不一定吧。阿哥。啊。哎，阿勇啊，你就不能够争口气呀、啊？非得让他说中啊？生日快乐。哎，你们。都知道耿瑞明天过生日啊。我半夜起来下猪脚面就是为了给我儿子软寿的，你以为就你一个人知道啊？嘿，当年生孩子的又不是你，你起哄什么？你送一个戒指给我做生日礼物。嘿嘿，阿勇啊，你真是宝贝啊！好好，阿勇自然有他的道理啊。这戒指女孩子戴的嘛。哦，你要我转送给纯美。哎呀，是瑞玉。傻孩子，你
明年都33岁了，你呀还没有阿勇通气呢，谁都看得出来瑞玉喜欢你。根瑞，你知道瑞玉是很喜欢你的。妈，难道你？妈，你好像替我做媒似的。妈就是想跟你做媒呀，等这次你过了生日啊，妈就让你跟瑞玉订婚。妈，我不能答应。为什么？瑞玉很喜欢你，哎，你应该，哎，你应该呀、啊，应该呀、啊，把他给忘了。你现在疼这个纯美，白疼了。你自己那也不想想看，啊，你自己为了他吃苦受累受气，你妈妈每每一想到这件事情呢，哪一天晚上说是能够平平安安的睡到大天亮呢？明天就是你33岁的生日，你想想你妈妈当初怀你的时候，身体差得很，吃什么吐什么，我给她配了很多药都没有用处，人瘦得跟人干似的，根本躺在床上不能动。就这么折腾了2天2夜，我说你还是到医院去开刀生产好，可是你母亲说什么都不肯去，她说怕大夫刀子会伤了你，之后没办法，还是剖腹生产。可是你母亲到现在就不能够再生育。孩子，你母亲为你受了33年的苦，难道说你还忍心再让她再吃苦？别听你爸爸胡说八道的，我受苦换来儿子过好日子，我就是再苦33年我也愿意。根瑞，瑞宇喜欢你，你应该。耿瑞，你有本事再拿这个图章在离婚书上盖，你就应该死心塌地地忘了纯美，你不要做人孬种。根瑞，你不愿意跟瑞玉订婚，妈不逼你。妈，你已经够苦了，以后我绝不让妈再为我操心，只要妈高兴我一切都听命。就是今天，真的。白嫂告诉我今天是爸爸的生日，所以你在日历上偷偷写了爸爸。威根好笨哦，他都不知道。爸爸生我一定很痛。当然不生我娃娃，骗人，生日就是生小孩。那我们生日有没有生小孩？哦，对哦。喂，我是爸爸哎，你们是猪小妹？什么？不要，不要也不行啊，因为啊，你们长得像嘛。爸爸，我们唱歌给你听。干嘛？啊，一大早要唱歌给爸爸听啊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睡着啊，怎么不说话啊？
爸爸差点睡着了。嗯，因为爸爸常在梦里听到你们唱歌给我听。爸爸，要不要听听我？当然听了，听着，你们一人亲一下哦。嗯。爸爸，你也要亲我哦。还有一个。嗯，好不好？好。乖，爸爸要上班了，等爸爸放假，爸爸一定来接你们，好不好？好。爸爸，生日快乐！再见。妈，妈妈听电话，姥姥不讲话，好像哭嘞。那你说，本来生日哪会哭？好了，你可以上学去了。外公，爸爸快要过生日了。哦，春梅，公司里廖小姐有些问题，你要找她谈一下。好。啊，走了。波萨，你对公司现营业状况你有什么意见没有？啊，如果能建议的话，我希望在生产和品管方面，也许可以再加强联络，改进我们的产品的品质，以达到我们公司所需要。第二点，我们应该在海外的业务拓展方面再加强，以达到我们产品全球销售量的需要。还有呢？有没有其他的感觉？我所能想到就这两点。OK， 好，谢谢。真奇怪，怎么年纪越大的人啊，身子越不行？小田，你又在胡扯什么？我没有胡扯啊，你看你今天又请假，一会儿头疼，一会儿身体不舒服的，毛病一大堆。哎，你去看看谁敲门呢？哦。希望不是收电费啊，瓦斯费的。哎，小田。哦，山奈家你好。什么山奈家？哎，你看你一个人在山上下不来，结果你们全家动员去找你，你不是山奈家是什么？你姐姐呢？她生病了，不过我想她看到你，大概病会好一点。哦，为什么？这叫雷电呢。小丫头。君姐，我爸爸的名言，一个成功者没有过去，只有未来。我带了我们的未来给你。这是我爸爸他拟的草稿。那天一共有两件喜事，一个是我们订婚，另一个是凯哥他升任副总经理。我跟他，你明明知道，事实上，你不要解释，我已经看到了。我在山上的时候，我自己衡量了一下，那个事实带给我的痛苦，远比不上让我失去你的痛苦的万分之一。所以，我选择了前者。你呢？你是愿意接受我们的未来，还是想保留你跟他的过去？我早已经做了两个决定。第一，如果你一去不回，我就终身不嫁。
第二。你就嫁给。我就嫁给你。小秋。你们在干嘛？小蝶。哦，我是不是又坐电灯泡了？不是，你快要改口叫我姐夫了。真的？嗯。俊吉的帖子可以发，小秋已经同意订婚的日子，跟你升任副总经理的庆功宴一并举行。一切由董事长做主。嗯。有件事情需要你自己来做主。今天是耿瑞的生日。你看纯美应不应该带着米雪米奇去看他？这需要我的意见吗？如果你决心娶纯美，你让他跟耿瑞多见一次面，那你的危机就多增一分。为了保护你自己，要取得优势。秋潮向晚天，我今天人不太舒服，爸又应酬，我不请你吃饭了。你们两个穿那么漂亮去哪里呀？去爸爸家去吃饭。谁带你们去？谭叔叔。哦，谭叔叔生日快乐。待会儿到了爸爸家再帮凯叔叔说啊。这个小傻。凯叔叔不要用我鼻子，鼻子会压扁的。妈妈，你今天好漂亮哦！我跟米雪都有同感，但是我想把这一句赞美的话呢，留给今天的寿星来说。我也替他谢谢你，你为他做的每一件事。不要说话了啦，快上车啦！走吧。小鸡婆，礼物已经放在车上了，太太，我看您最近精神不太好，您在烦什么呢？我是在烦纯美和俊杰。小姐呀，温顺呢，善良；少爷呢，又有明理，大家都在夸他们呢。纯美虽然跟凯平有感情，可是。我知道他心里忘不了耿瑞。俊杰
没有一点社会经验，就要成家。小姐啊，福气大，姑爷呢跟着雷先生啊，真天下第一大好人呢。小姐跟谁我都不反对，这少爷呢，咱们家老爷事业那么大，那你就别担心了。哟，白老太太，官家的事儿哪个点啊，你全都做主了，那哪一件事你反对啊？我反对你坐这儿。为什么？我要在这儿吸地毯。白嫂，大嫂，我最近呢不来这个了，我正在学高尔夫。哦，这倒是很好的消遣。不过这高尔夫啊，就是找人来教啊，挺麻烦的。高尔夫啊，我会呀。真的？哎，那你教教我呀。好啊，你先拿着啊。怎么样？敏智啊，有时候偶尔吸吸地毯也是很好的运动。对呀，太太呀说的对，这样又可以省钱呢，又可以啊除晦气。哼，我看你呀做了一辈子，那晦气也没有除掉啊。怎么，我输了？花哑巴拳我一定输的。放这儿吧啊。哎呀，这瑞玉今天也是主客，这寿星还没有上桌，你们就喝得七分八素的。哎，这瑞玉啊，就叫耿瑞来啊。老太婆怎么这么烦呢？一会儿有什么主客不主客的，有什么寿星不寿星，啰嗦了。你喝酒喝酒。耿瑞，伯母叫你出去吃饭。谢谢你。瑞玉，谢谢你送我的围巾。你别笑我，是我偷偷跟伯母学的。这第一条围巾送给你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你。你已经有一条了。哎，是纯美送的。哎，不过你打的跟我妈打的差不多。差多了。妈，耿瑞啊，你要拍马屁也不能牺牲妈妈呀。纯美来了。哦，耿瑞，生日快乐。谢谢。这我要跟爸爸说的啦，爸爸生日快乐。妈，告诉爸爸这礼物是谁送的。等一下，你忘了给爸爸唱什么歌啊？
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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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你生日快乐。送礼物了，这是外婆送的，这是白嫂送的，这个是我跟李姐送的，爸爸给你，谢谢，乖。妈妈，你有送爸爸礼物吗？对，你送爸爸礼物，爸爸就会亲你了。妈妈能带你们来，已经是送爸爸最好的礼物了。爸爸快来亲妈妈。你们两个替爸爸亲妈妈一下。好。又不是亲你，你起什么哄啊？爷爷不吃饭，可不可以吃蛋糕？怎么不行啊？李雪要吃蛋糕啊，现在就可以。阿玉，蛋糕拿过来。爸，这蛋糕谁送的？谁送的？纯美、米雪、米奇。不是我送的啦，我没有钱买这么大的蛋糕。也不是妈妈送的，是威更送的。威更每一次都带我来这家吃蛋糕，大概是我爸替你订的。回去带我，谢谢外公。还有凯叔跟我说爸爸生日快乐。爸爸从来没有一个生日过得那么快乐。奶奶也快乐啊，今天是奶奶生宝宝的日子，奶奶当然快乐。妈妈，你生我，你快不快乐？快乐啊。那你为什么不哭呢？我也祝妈有生之日天天都快乐。好了好了，哎，切蛋糕。你要不要到外面去坐坐？不必，出牌啊。该您出牌了。哦。快哥，凯叔，哎呦，哎，你们可回来了，来，来凯叔这边坐。哎，该我了啊。干嘛？不要猪婆。什么？猪婆？嘿。还牛伯马伯了。外公，爸爸要谢谢你的蛋糕。爸，他要我谢谢你们。好了，跟外公跟凯叔叔说晚安。好，外公晚安，凯叔叔晚安，凯叔叔晚安。
板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走走走走。你不但做事魄力下午，这儿更下午。我这人看起来面恶，其实我这辈子只对一个人狠过心。是女人吗？我该走了，董事长。董事长，明天见。是我儿子有多好。送我的礼物吗？格瑞送给我们两个的。很漂亮。我想你们以前结婚的时候也有一对嘛。这是他们工厂做的，是送给我们订婚的礼物。格瑞很细心的。你也很细心啊。前天你让他过了一个很快乐的生日。其实我很矛盾，我这样介入你和耿瑞之间，是不是拆散你们？正相反，你一直很努力的撮合我们，我们都很感激你。就因为感激我，所以跟我订婚了。婚姻除了感激之外，还有其他的因素。我再问你一次，陈妹，你对我的感情是不是足够嫁给我？你认为呢？我认为我不应该辜负耿瑞对我的好意。我希望我们能够马上订婚。至少等阿迪跟小秋订完婚之后再说。哎，这是你跟俊杰的照片吗？送我吧。做什么？我没有你的照片。好吧，拿去。留不住秋潮向晚间。这两天在办公室没看到你，我也知道订婚之前有很多事要忙。你也在忙啊，忙着副总经理跟经理的交接工作，怎么会有空来这儿？坐吧。
我来送你一样东西。我的订婚礼物吗？打开看看。希望从你订婚这一天开始，心里头就永远只有俊杰这个名字。小秋，如果你想快乐，你一定要真正的属于他。祝福。再叫我阿爸，我也不会让我儿子娶你女儿彩玲。哎呀，不不，阿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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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什么？你想请我去看脱衣舞啊？什么脱衣舞啊？你老不正经。他妈，雅叔的意思要请爸去听彩玲唱歌。你的意思说，一边听唱歌还有酒喝？怎么样？我们一起去吧，别便宜你爸爸一个人了。喂喂。下去不是办法，经理找你来弹钢琴你又不愿意。桂姐，不是我不愿意，而是我这双手，看我这双手，它现在不能弹。请问，你是不是周游珍小姐？嗯，